据台湾媒体报道，小室哲哉两年前背着病妻出轨女护士，当时的他极力否认，没想到15日被曝，至今胖了10公斤的小室哲哉终于暴打自己嘴巴，打算跟正宫离婚，把小三扶正。算来脸肿肿的小室已经3度离婚，俏护士当了好一阵子小三，终于扶正。据早前报道，小室哲哉在去年初已向东京法院递交离婚相关文件。据报，他至今每年仍有近1亿日元（约人民币660万元）的歌曲版税收入，但小室只愿意每月支付8万日元（约人民币5300元）给病妻当生活费。